这一组是 Ken Ken 数独的益智游戏。那它的玩法呢，就是以九格为单位，然后按照这个粗框里面的数字的指示来做棋子的排放。例如这个是四加，那就是两个，这两个加起来要等于四。那这个是单独的一个格子，它写二，那就是单独放二。到最后呢，它那个不管是横的或直的，它的那个数字都不能重复。我们现在先来示范一个，这个是二，那我们就先单独放个二。然后这个是四加，那就是两个，我们选两个加起来等于二，加起来等于四。然后这两个加起来等于三，等于三的话，那就是二跟一的组合，二跟一的组合，好，那接下来换这边，这两个加起来等于四，等于四，那就是一跟三。那这两个加起来等于五，所以就是二跟三。那放这里不行，因为这样子就会重复了，所以我们放这边。那这样子他们都没有重复，这样子就成功了。